这上面就啥都写乱写着。你圈圈都没有做嘞，还要是圈圈都没有做，我上他家吃饭去。8:13，我们到学校了，通知的是8点开会，但是我看会议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。你要下车啦，今天的会议任务比较重要呀。会议开始了。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批改78年级期末考试试卷，学校终于有了点突破。这次网上阅卷，第一次网上阅卷，改卷之前先简单培训一下具体操作流程。我先下载这个软件儿，叫啥？齐天网。我的任务是8年级的生物，我的改卷任务是8年级的生物23到25题。这次改卷任务比之前的改卷任务要轻松一点。我就讲我改的题不是开了3题吗？它这3题是可以一题一题交，还是全部一块交？全部交。先动手操作一下试试，感觉还可以。刚才我试了一下，改了3份卷子，还好。但是我改的是3道题，就是改到第2道题的时候，前面的分值是多少我就会忘了，所以说我就用那个钢笔在第1道题上面把分数记一下，第2道题上面把分数记一下，然后再给它总一下。这样的话，主要是我记忆力不太好。大家都乱糟糟的了，大家都在学习。我改的有一点不适应，就是跟上面不是可以不打对号吗？但是如果我不打对号的，我就感觉跟没改一样。我觉得打对号的话，我自己更有安全感一点，更能保证它的改的正确率吧。我还是要打对号，虽然改的慢一点。这样打对号速度确实有点慢，慢就慢点吧，这样出错率低。感觉这跟纸张改卷的唯一区别就是不用写总分了，不过这改顺手之后也不觉得慢了呢。再加快一点速度，希望今天上午可以批改完毕。他是九奶几道题没有做是吧？那我就跟着。啊，我以为圈卷都没有做嘞。他要是圈卷都没有做，我上他家吃饭去。看这个，一分都没有，那就当是零分了。干妈抱着，干妈烫完。干妈抱着干妈烫发，这个是啥？胖就胖呗。胖，那不是胖吗？那个是，那是胖吗？胖牛胖呗。干妈带滑鹿还是？鹿就鹿就鹿了。还带两个卡。吓我一跳。咦，这啥？这上面啥都写乱写着。真的是五花八门，啥都有。终于结束了，我要回屏再重新去看一下。我现在改完了，但是我需要回屏一下，再去看看看有没有改错的，有没有出现大的错误。对，出了一张。起火。